我们只有拿到老爹想要的东西，你才能够回到 K 三，这是你回到 K 三唯一的途径。如果你失去你为代价，让我重回 K 三，我不愿意。四哥，有你这句话就够了，就算是死我也心甘情愿。傻丫头，这么多年你为党国付出了很多，有的时候我心里很愧疚。谢谢你，我的身体已经肮脏了，可我的嘴却是干净的。无论我执行什么样的任务，遇到什么样的人，他们可以践踏我的身体，却不能亲吻我的嘴。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我一直希望能够留一件干净的东西给你，你能吻我一下。这样的话，就算是死，我也没有一点遗憾。按照你的计划执行任务，我等你回来。请少谢，我们是军人，军人就应该有军人的样子，磨磨蹭蹭拖拖拉拉还能是军人吗？不是，军人是什么？军人存在的价值就是打仗，就是战争。一定要勇往直前，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。作为一名军人，我们应该做到永远也不倒下，永远也不倒下。下面听我口令，全体统领，立正，向左转，跑步走，一二一，一二三四。
走。9点方向阻地。是。雷副科长，你交给我的任务，我完成了。支撑着我们隐蔽战线的这些同志们无私奉献的信念是什么？支撑着他们能够战胜各种困难和危险的信念是什么？支撑着他们始终战斗在对敌最前沿的信念是什么？就是那一句话：对大
绝对不忠诚。这是一句誓言，一个信念，更是一种信仰。在这个信仰面前，我们个人的一切都是渺小的，微不足道的。是我们的事业是永恒的。为什么我对得起我这些君主？孩子，你混蛋，你干什么？小妹，如果还有来世，我一定会再娶你。你给我停下！雷子，雷子，雷子，雷子！啊！雷子，别睡，雷子，醒醒，雷子，雷子，醒醒，雷子！这是干嘛？假的，用来调包的。等我拿到真的以后，我会把他们两个迅速调换，然后真的会顺着破了的口袋掉地下，我会把它踩到地里。共党的目的是顺藤摸瓜，东西不交接，他们不会贸然抓人。等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，东西就已经在你的手里了。不行，这太危险了。
没事吧？没事，雷鹏受点伤。没事。没事，他身体好着呢。对，肯定没事。我们已经尽力了，请节哀顺变吧。医生，没事吧？匕首直接插入心脏，送来的时候就不行了，请节哀吧。医生，我去看看。你拉着我干什么？我去看看。我是看看的，你们拉我干什么？犯错误，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，我对不起这身军装，对不起养育我的父母，更对不起你。你是个好姑娘，小梅，我想吃你做的饭，想陪着你练拳，想做个有担当的好丈夫。真的，我连结婚报告都打了，可是现在的我已经没有资格再牵你的手，请你忘了我，小梅。今后会有一个堂堂正正的男人来爱你，而我也将诚心诚意的为你祝福。你满意了？你满意了吗？你说呀，都是因为你，你满意了吗？不可能！告诉我，这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他真的死了！都是因为你，都是因为你，都是因为你。
都是真的，全是心肠，都是因为你，我都是因为你。我饶不了你，都是因为你，真的，都是因为你。别打了，我让你们别打了。他已经死了，你们还在这死线犯傻有意义吗？不要。我饶不了你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王斌，王斌，朱姐，朱姐，你告诉我，不可能，这不是真的，这不是。不是真的，真的真的死了！不可能！不可能！啊！不可能！对不起！杀死了林兰，是亲手杀死了林兰四哥呀！四哥，我知道林兰是爱着你，喜欢你，你居然动手亲自把他给打死，四哥，四哥，你知道。我一直喜欢他，我爱着他，既然你把他给杀死，你还是这帮四哥，你是个冷血动物四哥呀、啊、来，接着他，别不忍心下手。不知道疼的，打呀！我真的不知道疼的。如果我知道疼，我就不会对他开枪了，知道吗？他是为我好，他是想让我重回 K3 才这么做的。他是想把坦克基地这个已经开花结果的功劳送给我，可是我还是对他开枪了。我不知道疼的，我是麻木的，我是冷血的。打呀！打我！我当时让你带他走，你为什么不带他走？你不带他走，他就注定要是这样的命运。你我都应该是这样的命运，懂吗？他现在可以解脱了，可是我呢？我们怎么解脱？想为了报仇是吧？来呀，你可以杀了我。打死我！开枪！打死我！打死我！要么你就打死我，要么你就继续叫我四哥！啊！四
四哥。无论我执行什么样的罪，遇到什么样的人，他们可以践踏我的身体，却不能亲吻我的嘴。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我一直希望能够留一件干净的东西给你，你能吻我一下吗？顺利结束了，而这个时候，大多数人刚从梦中醒来，他们永远也不会知道，在这个普通的黑夜，发生了什么惊心动魄的故事。上演这些故事的，都是些什么样的普通人？他们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？也不需要他们知道，只要他们可以笑着面对每一个共和国的黎明，就足够。伤敌一千，自损八百。天，小钱是我收买的，崔月娥再由小钱收买，我们通过关系安排铃兰潜伏在纺织厂，再设局故意让小钱引雷鹏认识铃兰。其实所有这一切都是设计好的，我们知道雷鹏的家庭情况不好，也知道他的弱点就是太善良，所以铃兰在装作穷苦人家出来的孩子，博取雷鹏的同情，然后再利用他，引诱他，让他那个视军人荣誉为生命的人失去他的尊严。卑鄙，是卑鄙，真的很卑鄙。但我知道雷鹏是个好人，
这是林兰亲口告诉我的。她说其实她根本没跟雷鹏发生过关系，这话我信。孩子，别想了啊！知道了，姨妈。您早点休息。早点睡吧。放心吧。亲爱的鹏，我给你写信了，也不知道你能不能收到，会不会给我回信。假的？难道是掉包了？记忆没错的话，在交接胶卷的一刹那，林兰是将胶卷放进了左边的裤袋，而我们搜出的假胶卷却是藏在右边的裤袋里。所以只有一种可能，林兰的左边裤袋是破的，胶卷顺着这个破洞滑到了地下，又被林兰踩进了土里。等我们离开之后，其他的敌特再取走真的胶卷，也就是说真胶卷被林兰趁乱调包了。老六，按照老爹的指示，把这个胶卷交给陈底。是，四哥，交易的时间和地点呢？冯局长。您怎么看？根据目前的这个情况分析，恐怕是有人走漏了消息，敌人事前就知道了我们的行动，然后给我们来了个将计就计，把胶卷调包了。您的意思是有内奸？不排除这种可能啊。但是整个行动都是王斌向所负责的，除此以外没有几个人知道。在没有查清楚之前，王兵、肖天明、楚静三个人都有嫌疑。好，我会按照组织程序对他们进行内部调查，但是我坚信王斌他们几个是不会有问题的。那就先调查吧。是。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我知道你心里难过。别再说了。现在潜伏的敌特还没有被揪出来，泄露消息的内鬼也不知道是谁，雷鹏死得不明不白，我们现在还有很多事情要做。别再说了，我求你了，别再说了好吗？好，我不说，我陪你在这儿。我真的好累，有时候真想放手不干了。
好，我同意，你有你的选择。如果你的父母韩小林、雷鹏泉下有知的话，他们一定会对你很失望，我也是。这是这次行动的小结。那只手里是什么？检讨书还是辞职信？是我的请调报告。请调？要调到哪儿去啊？哪儿都行，哪怕是内勤。哦，反正就是不在这个小组待了，是不是？我待不下去。失败了还是气馁了？都不是，是信心，我没有带好他们的信心。哦，雷鹏牺牲了，令兰也死了，可是凶手呢，至今还逍遥法外，而且胶卷也丢了，可以说这次行动几乎没有成功的地方。